们今天在松下国际机场吧，机场。车上的话题，拿了个梦游，犹豫犹豫。其实我带个梦游上来的。那你为什么换延伸？可能是还在自信上。这是隔了多久回北京？从六月十五号到今天，想想有点小辛苦。为什么你回北京这么开心？因为好朋友都在北京，有的在昌平，有的在长宁。又搞定了，哇哦！六公升，就是小猪猪，它能装入我的化妆品里面，这是一个装食物的袋子。对不起，原来的我很精致的，好吗？我还装了个化妆袋。A 的衣服，另几挂几衣服，小雨衣，去水什么的，防晒，哦，这样，是一个月前就买了防晒，没想到能拆了，不行啊，这个人要说是防晒，带了这种给酒店的浴缸什么家的，然后挂机，然后就没有啦。那你卸妆怎么办呢？卸妆怎么办？现在就先换一换，我搬到里面会有什么的啦？充电器、机票、身份证必备的就是。这苍梦回眸，鸳鸯相逢。我想他的大爷说了一句：“那我就睡了。”我们现在去吃烤肉，工作完啦，吃个烤肉。快快乐乐，明天暴雨，希望。算了，认命吧，改天高铁了。我的大好河山，有时候我就很喜欢坐高铁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没买票。以前我们坐动车从南京到成都的时候，路过一个我很少数一次的一个自然区，好好看。每次往上的时候就吃饭了，中国好大呀，那么大。大家想知道女团平时吃什么吗？那么有没有说？好贵呀！来给我配那个。你手里捧着我头，彩的美呀！还要吃？好吃啊！是不是好吃？好吃。哎呀！哪儿来的美女？我好过年，现在都天黑了，要记得看我们的节目哟。由于我们的跑道被拦住了路，我们已经等待了半个小时，还没有把他的呼机拉走，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等待，请各位旅客们稍作休息，请勿焦躁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
回头找时间送。Thank you, bye. 哇哦！啊，我现在又在这儿。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是梅奔。知道我上一次什么时候来吗？下一站川崎。你回到熟悉的起点，记住自己温柔的脸。过来，过来。跨年，上一次我想想看。对对对，跨年。哇，还有川。有什么可豪横？太棒了！哎，大妈！什么？大妈！我不觉得怎么样。